WiFi 密码改了吗？哎，WiFi 连不上。那。这密码设置太简单，很容易被破解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换了也好，之前太多人连了，网速慢影响工作嘛。但又怎么样？你爱用不用？你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便利店小妹的称号，我有什么资格好生气？你是在讲我对你的备注吗？那是直接搜索你最快的方式，这个是你屏蔽我的原因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有在关注我吗？你发朋友圈的量你自己应该清楚吧？虽然发的东西都没有什么营养，可是偶尔看看还挺轻松的。就这样。那天你来过我学校吧？虽然我很谢谢你，可是突然帮我收桌子，应该是有什么目的性吧？我天生爱收拾行吗？对不起啊，抢了你女朋友的工作。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你别装了，我都已经看到了。什么所谓的小甜心？所谓小甜心是一个内测账号，它是专门设计陪用户聊天的，每一天都一定要发信息。你看你这样，突然来我学校帮我收拾桌子，在店里改了 WiFi 密码。怀疑我有女朋友，屏蔽我朋友圈。你一定是有求于我，对吧？啊！对，你猜的特别对。我呢有一个朋友也在研究 AI 的账号，我正好想要找大神帮我内测一下。行，反正sweet小甜心也是在开发阶段，我可以帮你测试。真的？嗯。那我让他今晚就加你了。和好了。嗯。